你好，我今天来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事儿，那就是我们的宠物能不能听懂人话呢？我以我们家的猫咪为例。这是小猫咪。我们家这只小猫咪，我发现我有的时候叫它名字的时候，去叫它的时候，它会过来，它会很听话的过来；而有的时候我去叫它的时候，它不会过来，它不过来。那什么情况下它会过来呢？首先，第一种是我刚下班回家的时候，我叫它，它会过来。第二种情况是我在准备给它零食的时候，我给它喂零食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叫它，它也会过来。第三种情况是它自己在一边很无聊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趴着，也许在睡觉，也许没有在睡觉，这个时候我叫它，它也会过来。那什么时候它不会过来呢？首先，它刚吃完零食的时候，我再叫它的名字，它就不会再过来了。这里面已经空了，它已经吃完了。那这个时候再叫它，它不会过来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它自己在一边玩耍的时候，我去叫它，它也不会过来，它是不会过来的。所以我就在想，它既然说有的时候能够过来，说明它是能够听懂它自己的名字的，但是它有的时候却不过来。他明明能听懂他的名字却不过来，说明他是不想过来的，他是不想过来的。所以说呢，也就是说他能听懂我们在叫他，有的时候他会过来，有的时候他不想过来，所以他就不会再过来了。还有一个情况，他有的时候会去挠我们家的沙发，他会挠我们家的沙发，把沙发挠的线都已经开了。那这个时候我的对象呢就会大声的呵斥他，就会大声的呵斥他。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赶快跑掉，他就跑了。而有的时候我也会呵斥他，但是呢我不会很大声的呵斥他，因为我平时对他还是比较友好的，我的声音不会很大。那他呢在听到我在呵斥他的时候，他不会跑掉。其实我们语气中，我们说话时是有语气还在里面的，有的时候这个语气很强烈，而有的时候就不那么强烈。这个猫咪它会识别中我们说话时的语气，它是通过语气来识别它要不要躲开。我说话的时候，我在不是很强烈的语气跟他对话的时候，他是会停留在原地的，而我的对象在大声呵斥他的时候，他就会跑掉。所以说他是能够听懂我们的语气，但是他不能听懂我们的话，因为毕竟这中间有一个物种的跨别，有一个物种的跨越，我们是人类，而他是一个动物。所以总结两点，就是这个小猫咪，我们叫它的名字它是能够听懂的，这种频繁出现的词汇它是能够听懂的，它能听懂自己的名字。除了它名字之外的其他的话呢，它其实是通过我们的语气来识别的，它是能听懂这我们话里所表达的这种语气的。所以说今天我们的发现就是这么两点，猫咪到底能不能听懂人们的话呢？首先一点，它能够听懂它自己的名字，他自己叫什么他是能听懂的。第二点就是他能听懂我们话里的这个语气的大小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